三日，欧阳娜娜在妈妈的陪同下返回江西老家祭祖，与一众亲戚朋友们开心合影，亲和力十足。不少亲戚朋友纷纷发微博夸赞她，娜娜真的很好看，脸真的好小哦，声音也好温柔，人也很有礼貌。照片中，欧阳娜娜一身黑色羽绒服，保暖又舒适，与乡民亲戚合影，笑容可爱甜美。此次为了迎接欧阳娜娜回乡祭祖，乡亲们也做足了准备，道路两边都插有彩旗和条幅，热烈欢迎她返乡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